我看你啊，你赶快回去安胎喽。我整片面都没有啊。小姐啊，人明明就在你的左后方，你一直往你的右后方看，哎，当然嘛，下面都没有。我认得你呢，你是那个演咒怨的小大咖，我们可是请不起的。如果你有心脏方面的疾病，要告诉我们啊，否则万一来不及叫救护车，都不太好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应酬造成的负担。哎，就。这个方法有效吧？我看了、啊、他心。哇哇哇！哇！哇哇少くないよ。迷惑だよそんなの。